哎，听见了啊，谢谢。哎呦嚯，可了不得，快递来了，快接过来，快点。谢谢啊，来就来吧，就别花钱了。你说你花钱，你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是吧？谢谢谢谢啊。今天来了好几千人，今天这场演出很重要。是啊，因为每年的这一场对我们来说叫封箱。对了。啊，就说这一年啊，整个团体的最后一场演出，把演出用的箱子全封上了，哎，转过年春节之后再开箱再演出。对，所以今天台上站的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。哦，这还部分演员呢，还没算是在国外的呢啊。对，这个今天晚上注定是一个挺热闹的晚上啊。我们会所有演员通力合作，消费于老师及其家人。哎，好家伙，我也习惯了，老师，我救不了你了，行吗？所以说，封箱演出呢，跟其他演出是有区别的啊，形式上要丰富一些，嗯，内容上也要多一些。对，宗旨就是让大伙儿得开心、高兴。一般来说，开场呢总要有一个形式啊。往常我们经常是唱一些个。发四喜儿啊，啊，十不弦儿、莲花落啊，嗯，一些个开场的小曲儿、小调，是烘托一下气氛。嗯，咱们总唱这些，包括大西厢，没少唱啊，唱过好多次。对呀，啊，咱们今儿换一个怎么样？哦，换一个什么呢？你看看，嗯，我还没想好，他们就说好。哎嗨，咱们唱一个《唐伯虎点秋香》吧，好吧？哦，这个也是大家熟悉的。对，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大伙儿都知道，嗯啊，这个唐伯虎为了秋香卖身进画府做书童，嗯啊，到后来顺利的把秋香拐走了 拐走了，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。是，电影我们也演过一个叫三笑才子佳人。是，舞台剧也有叫凤求凰，唐伯虎三笑点秋香。嗯，今天搁在这儿咱们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。好，掐其中的几个牌子，好吧。这乐队也不是外人，都是我徒弟哦。啊，我们一块儿胡唱胡有理，哎，咱们一块儿唱啊！你们都准备好了吧？可以了，都准备好了吧？啊，来吧！啊，我们这多少岁数都有，五世同堂，今天是啊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。唐伯虎三笑把秋香点，这才子佳人，万古流传。我先来小曲牌，叫《云苏调》。来，画相府困住了唐伯虎啊！卖身为奴为的秋香啊！但愿二人皆。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喜滋滋上牙床，嘎吱嘎吱，干嘛呀？嚼冰糖啊！想秋香想得我肝肠断呐！盼佳人盼得我犯发慌啊！一顿吃了六张饼啊！一顿喝了那八盆汤啊！一百个馒头我剩了三个呀！吃完了有点儿撑得慌啊！秋香姐姐你来一趟吧！搀着哥哥我上趟茅房啊！今夜晚牡丹亭佳期会呀！好似织女会牛郎啊！
兴抽根烟，我喝了一瓶酒啊，烫了个头像是喜羊羊啊。行了，您别唱了，又是我。这个传统曲目都有这个啊。什么呀？唐伯虎三大爱好：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没听说，这是传统曲目吗？这挺好啊。这个大伙儿一块儿唱合着苏啊。这个曲牌叫《云苏调》，好听啊，挺好。其实我们这儿还有能唱的，都能唱，那挨个唱就太多了啊。哦，我挑一个帮着我的啊。哦，这谁呀？陶阳呢？陶阳哪儿？这儿来来来，我都没看，站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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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这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干儿子啊，陶阳，一名叫陶云盛，是啊，就陶人家剩下的那个，就是他啊。这个倒退这么几年，你们老看见各大京剧晚会上有一京剧神童，嗯，那会儿这么大一孩子唱得特别好，就是他，嗯，一眨眼功夫长这么大了哈。哎，那年来的时候五六岁来的，这一晃四十多了，哎，这至于这么大吗？那个倒仓，倒仓就是生理啊有变化，嗓子变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两年恢复的还算不错啊。好好的，我抽你啊！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干儿子，很高兴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排啊。哎呀，这还改同一排了，还没法说了这个。儿子嗓子怎么样？现在还成，还行是吧？咱们一块儿唱一个《照花台》，好不好？您唱一更，我唱一更，你唱二更，我唱三更。好，天亮让谦儿大爷买早点去啊！嗨，来来来来来，《照花台》来。咿呀嘛更儿里，月来影儿照花台。秋香姐定下了计，她说晚不色儿来哟，牡丹哎，庭前我们多恩爱，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仙哎哎哎哎。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堂姐愿对明月，止不住的好伤怀。美人哎，秋香还勾了魂的女裙钗，哎哎哎哎。美人哎，秋香还勾了魂的女裙钗，哎哎哎哎。二呀嘛更儿里呀，月了影儿照花前，花香扶困住了多情堂谢幽庵呐，痴情的才子我风流的汉呐，我在那佛前我求了几千年安。不见那女天仙，不见那女婵娟，唐伯虎对明月，那孤夜风寒呐、啊。美人哎，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婵娟、啊。美人哎，秋香还勾了魂的女婵娟。啊啊三呀嘛更儿里，明月照当空，月下老阴火姑不来拴红绳，牡丹呐、啊，庭前我空满园，点点的相思，长叹一阵风。天边月朦胧，庭前月朦胧，
听桥楼更故乡，眼前铁马声，美人哎，秋香，害我的儿子叫高峰，美人叫高峰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高峰啊，高峰。像话，你是胡来吗？哎，他们跟您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别老瞎逗，我解释。别，这德云社高峰啊，高老板有一套。谢谢大家啊，跟我们大伙儿都沾血缘关系。这不找这辙吗？啊，找这辙，大家都别的辙不像话。哦，啊，这都是中东嘛，对，天边月朦胧啊，什么庭前恨无穷，对，听桥楼更鼓响，什么都是中东辙。你要是唱史爱东，不像话，非得高峰。对，你怎么不说你的爸爸叫高峰？我这孙子叫高峰。我就想着传统节目不能捣乱啊。哎，可以。那接下来咱得唱什么了？咱一块儿来一回。得点香了是吧？春夏秋冬。春夏秋冬点四香是吧？好、哦，来，儿子，哎，那边叫去。哪儿啊？占便宜就上这个、啊。这是便宜吗？就这三分钟的功夫，他得抢啊！哎，对，儿子看住你这科，听见了吗？有人追着你要篡位置了。接下来到后边是点春夏秋冬四香，这个牌子叫农民乐。好、嗯。我抽你们俩，我最能起哄这俩。我就知道有坏人。你们看点孙胖子啊，捣乱这人。来来，桃花飞舞柳条青，好一个春香女儿花容，愧呀苗。丹青山花花啊，这佳人十九冬，手儿巧好貌容，只可惜鸳鸯梦，前世未修成啊，只可惜鸳鸯梦，前世未修成啊。桃花引来小黄蜂，好一个下乡女儿花容啊，明眸好吃春波冬，这家人喜盈盈，桃腮粉面臊得通红，只可惜年纪小，婚事怎么能成啊，只可惜年岁小，婚事怎么能成啊，冬香了。桃花引来小黄蜂，好一个冬香女儿花容啊，这佳人好比那鸳鸯梦啊，只可惜月下老的未给拴红绳啊，只可惜月下老未给拴红绳啊，秋中魁首乡中望啊，为了秋香我费尽了心肠啊，虎丘山大闹云岩寺，追舟寻美醉癫狂，皇家谢院办了书房，堂堂的斯文面上无光，今日里呀、啊、得如鸳鸯帐，我与你三孝姻缘配成双，我与你三孝姻缘配成双。这听个热闹，开场的时候呢，动动丝弦，压一压众位的耳音。接下来这节目就是一场接着一场。是，当然一般情况下开场的时候呢，都得动响器。哦，都得有动静。哎，但是在曲艺班来说呢，响器咱们也没有说戏班那么热闹。是啊，对我们来说最热闹的就是板子、快板。哎，我们之前收编了北京的丐帮。哎嗨、啊，然后有这么几位能打板子的，来来来，来往前来，哎，不怕丢人的到前面来。哎。也没有什么可丢人，因为丐帮这个行业是什么年纪都有 啊， 啊，都有。来来来，好、啊，来，这是李云天、哦、啊，李云天，哎，我徒弟啊，
我们师兄弟徐广，哎，那我师哥史爱东，哎，今天有不少史爱东的粉丝，我看举着牌写个史啊，有举这个的吗？啊，这长发披肩的老头啊，我师哥怎么瞧出来的？您这还叫王少立啊？旁边那穿蓝色的是高峰的干儿子，是我的徒弟啊，这梁鹤坤啊。那个你们爷儿几个给大伙唱一什么呀？来绕口令，这好热闹闹的。对，先听绕口令，然后再听相声，好吧？好，来列位，来来来来来。群经常有男的喊啊，上次是哪儿演出？一个男的坐底下，于老师，我给你生个孩子。嚯，胆儿太大了啊！吓我一跳，多冷的天呢！这跟冷有什么关系？这是冷的事儿吗？这，谢谢吧，这个无以为报啊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凭能力吃饭。嗯，当然要感谢谦儿哥。又客气，这么多年来，风里来雨里去的陪着一块儿，应该的。真的，说良心话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瞧瞧，人生难得一只鸡。嗨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发自肺腑、啊。别发自肺腑了，热热乎乎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人生难得一只鸡。老话了吗？啊，哪儿老话啊？叫什么？一知己，一知己，对，一知己，咱俩算是知己，那错不了。何止是知己啊！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对了，老北京话形容我们俩这个关系啊，马小啊，马小，咱俩麻辣小龙虾是吗？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没听说过。那叫发小，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对，谁呀？我是个法国人，去，所以我们俩还占便宜呢，啊，你别说了，不是，啊，发小就是一块长起来的，就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呗。对了，一块成长，哎，这是对的吧？这对，打幼儿园我们俩在一块儿啊，春天花花幼稚园，哦，我们俩在一个圈里待着呢，跟卖兜在一块儿呢，那都是卖兜的，还卖盆的呢啊，嗨，反正打小在一块儿啊，小学的时候我们俩一个班，是，当然那是二年级。二年级他从那个弱智一小转过来了，我这小学这名字怎么那么难受啊？那转到我们班，我们一个班，哦，在我们班当年这就是富二代，我还富二代，全班的学生谁也没有他有钱，至于吗？那是，嗯，说句良心的话，嗯，我们上学都带饭，嗯，拿饭盒带饭，对，人家上学带着他妈来，带我妈干嘛？吃奶。我都上学了还吃奶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吃奶的咱们也见过是吧？嗯，谁没吃过奶啊？那是啊，吃到一岁就断奶了，就很正常。一岁半两岁的也有啊，人家他妈也是真宠的，实话实说。哦，老太太，我不管别人，是我得给我儿子吃奶吃足崩了啊，知道吗？我疼儿子，母乳啊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啊是最。您让各位瞧瞧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这么长着的吗？啊，再母乳也不能这样吧？啊，翻过来呀，一前一后，你到底长哪儿？嗯，哎，啊，咱就光说，不用比划了，这个，哎，够意思吧？啊，什么够意思？嘿，哎，给孩子喂奶，喂呗，一定让孩子吃奶，吃奶，啊，两排呀，你拿我当猪崽儿了是怎么的？反正是吃奶，吃奶就完了呗。铃儿十二点一打铃啊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吃饭，吃饭。嗯，他母亲从最后一排往前走。哦。哦。哎呦，多豪爽这么一人呢，全脱了啊！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。吃饭，好家伙，他这才吃饭啊。班长，尝尝吗？什么呀？王老师，来点稀的吗？行了，别嚷了。校长，别嚷了。我至于那么客气吗？我刚。我们全校师生啊，都是吃他母亲奶长大的。哎，好，老师也跟着一块起哄。那是我们俩最好。是吗？因为在宿舍的时候，我们俩在一个屋。哦，那会儿挺烦他的。怎么呢？在宿舍睡觉，他们都睡觉了啊。啊。一打铃，一关灯。都睡觉，他听半导体，
那时候只有半导体啊，听个评书啊，听个相声什么的。我喜欢曲艺、啊。大半夜拿一半导体啊，现在孩子都没有了。嗯，现在都拿手机什么的。对、啊，我们那会儿没有半导体。嗯，他那半导体还大，这么大个，听你就搁在枕头边听呗。是啊，举着。我干嘛举着听半导体、啊？要强。这叫什么要强？早晚我们家会有电视的。哎嗨，我打算从里边看出人来是怎么的？举着这玩意儿累呀。那是。垮。哎嗯。掉下来了，哎呦，换谁都得砸脸上，那非砸着不可呀、啊、也就是他，哎呦，多快、啊、半导体砸枕头上，没砸着我，人掉到地上，我躲劲儿太大了吧，我差点把我吓死，有你什么事啊，我正好睡他下铺，哦，我在上铺掉下来的是，那还不如砸脑袋上呢，这个啪，哎呀，天天晚上一听一听一宿，是吗？转天上课冲盹儿，那就没睡觉吗？我那儿老师讲课，他这儿晃着睡，冲盹儿。嗯，我们老师挺好，是吗？数学老师就是耳朵有点背，岁数大了，说良心话，耳朵不背，非跟他急了，怎么至于吗？他有时候睡着还打呼噜呢，啊，幸亏老师听不清楚。哦，黑板上写东西，啊，他这晃悠，哇，好朋友，我得提醒他，告诉告诉我，别让他睡觉。你怎么提醒我？哎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遮窗棂啊。这是怕我睡不瓷实啊。听儿叫铮铮，好比那个琴弦声。倒。哎，这倒了。这老师听不见也得看见啊。哇哇。睡。老师不知道。嗯。写一黑板题。哦，这写题。写完了。嗯。完了。谁上来？把这题写上，得都回答一下啊！没有人出来是吧？没有人会，我可点了点名。我一瞧坏了，怎么了？用于谦的时候到了。我学习好，万一老师郭德纲你上来，我不会怎么办？那叫我呀，谦儿啊，谦儿，哎，老师让你擦黑板去啊！你损不损呢你？啊，擦黑板去啊！这儿迷迷糊糊，嗯。啊、哦、都擦了快去、哦、上去到这哭，我也真实诚，老师都傻了、啊、没见过这么胆儿大的呀，老师写了40分钟啊，啊，他擦了5分钟，哎，45分钟一节课，写完打磨打磨手，嗯，回来了，嗯，老师都愣了，那是铃儿，下课了，下课铃响了啊，老师也没法发火了啊，下课了，没办法了啊，因为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哦，中午了，哎，老师还没来及生气呢啊，打教室最后一排过了一位，对、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是送奶的来了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这个。把老师臊的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，馋了，那是，这是臊的吗？这个走了，这赶紧走吧，俩最好、啊、有点什么事都我们俩在一块儿，那是经常发生这个、啊、明天、嗯、烈士陵园、哦、扫墓，这是一个活动，敬献花环，对，所有同学、嗯、都穿校服去，那是要整齐划一吗？哎、嗯，转天烈士陵园我们都去了、嗯、穿着学校的校服，对，敬对礼，对，敬献花环啊！老师看着于谦儿，嗯，眼珠子都瞪出血来了。干嘛那么恨我呀？于谦儿啊，于谦儿，干嘛？我上课我说话你就没听见？我听见了。我让穿校服，对，谁让你披麻戴孝呢？哎，那是理解错误。这个穿一身白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做一番儿，嗨。我理解太透彻了，可能我还至于拿一番儿吗？我老师气得直哆嗦啊，让你爸爸来一趟，我爸爸要能来我打番儿干嘛呀？嗯嗯，这在当初叫请家长，就是请家长，叫你爸爸来一趟，真请啊，我脸都白了，有你什么事？这里我的事儿来了，我去，这事儿就别占便宜，好朋友啊，干嘛呀？他敢回家跟他父亲说吗？哦，那倒是，就得我去顶替，
一推门啊，老师好。哦，我是于谦的爸爸。真敢说话，老师都快死了啊！你们真拿我当缺心眼儿的呀？那是，你是于谦的爸爸，真的，少来这套。哎，你是他爷爷啊？谁说的？老师太缺德了吧？这个，我差点，我恨不得粘个胡子就笑。行行行了，不用配合了。老师气坏了啊！郭德纲，你坐着别出去啊！还在于谦去叫你爸爸去。啊，今天不来人，你不用再上课了哟，只得自己去。真急了，一会儿爷儿俩回来了。哦，这一进门，嗯，老师，我父亲来了。来了吧。老师眼泪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那是你爸爸吗？还不是吗？那是我爸爸。嗨，把他爸爸叫来干嘛呀？抡圆了给谦一大嘴巴，啪！打我。跟进来，老头不好意思了。啊，别打，别打。啊，我都收了人孩子20块钱了。哎呵，这学校一好人都没有，感觉。哎。小学的生活其实是最美好的啊！后来就毕业了。嗯，毕业之后呢，我们两个人大相径庭。怎么呢？我跟他，我不如人家混得好。那是我聪明，我落魄了。是吗？我说句良心的话，真的就特别惭愧。你干嘛这样？还是上学不用功。是。毕业之后呢，澳洲政府请我去当顾问啊。这叫落魄了。嗯，我就上澳洲去工作了。哦，于老师学了那个 BB 机修理专业。有一门手艺养家糊口，有一个小遗憾。怎么呢？他还没毕业。嗯 ，BB 机毕业了。对了，我就算失业了。这个，嗯，再见面是北京的一个秋天。哦，啊，街上红男绿女，车水马龙，热闹，人人混得都很好。嗯，有骑个大摩托的。哦，有开着车的。嗯，人人的状态都很好。是，我孤身一人走在北京街上，你瞧瞧，穿着一双布鞋，这惨的，干嘛穿布鞋？没办法啊，我那直升飞机停得太远。那您是得穿布鞋。嗯嗯，走着走着，迎面谦儿就过来了。我好多年没看见于谦，啊，但是从小有这个交情，我忘不了你。那是脑子里有印象，四目相对。嗯，于谦认出来了，老同学，真是。就是你。怎么呢？你别看几年没见啊，哎呦，你真是有跟原来不一样。那是，你长了个大变样啊。你才长大变样呢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个书面语言啊。什么书面语言？实话实说啊，谁谁一见面，哎呀，真是几年没见，大变样，这很正常啊。是你虚着说成不成啊？几年你大变样。哎，对，我就怕这么说话的啊。留电话吧。啊，打这起咱俩不能再断了联系。那有交情啊。夜里3点就跟我联系。当天夜里3点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啊，电话响，谁？谦儿啊。啊，好，你疯了，半夜3点你来一趟。嘛呀？我说你真不嫌麻烦人，大半夜3点我睡得着着的啊，你来一趟。什么事？我说你干嘛呀？嗯，我在外头遛弯儿。嗯，在野地里边解手，没带纸。哎，这也麻烦人，真坑人。你在哪儿了？嗯，我在一树林子啊。你抓把树叶。不行。怎么？松树林。哎，我差点滚了钉板。那就，嗯，去吧。啊，到那儿给他送纸啊。我说你疯了。嗯，3点多不跟家待着。嗯，他不是跟家，我夜里饿了。哦，想吃点夜宵。嗯，家里就剩一个榴莲了。那就吃榴莲怕什么？我忘了谁跟我说了。嗯，拿微波炉打一下榴莲呢，栗子味的。有这事儿吗？我就把榴莲搁在微波炉里边，栗子味的，打了5分钟。好吗？屎味的。哎呀，那没法不是屎味的。屋里实在待不了了。嗯，我自个儿出来了。我说我怎么大变样呢？那是，嗯，说你那可塑性强。什么可塑性强？哎呀，我说你真行，你出来，你媳妇儿也不拦着你吗？啊，一说这个眼泪掉下来了，我就勾起伤心事儿啊。跟我一说我都愣了啊。其实他之前就出了点变化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跟他媳妇儿结婚的头七啊。这头七，嗯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结婚有说头七的吗？这个第一个礼拜吗？第一个7天吗？啊，那7天可以说，你头七不像话。第一个7天啊，这行。他出去演出去了啊，本来说的不回来，突然他回来了。早回来了。一进门一看，那媳妇儿，嚯，嗯，描眉打鬓画的可好看了。哦，坐在床边变颜变色的。怎么了？谦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媳妇儿说没事儿。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变魔术？一掀这被，走。
这个一个大小伙子在床上一丝不挂还光着，谦儿都愣了啊，怎么编出来的？别问了，这是手法的事儿吗？这个好神奇耶，什么好神奇，哇好棒耶，行了行了，我也没人可佩服了，我想了三天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还没明白呢。媳妇儿说你要这个智力咱离婚吧。哎好，因为这离的婚感觉啊没法跟你过了啊。说句良心话，认识你之前我也不是没交往过男朋友。哦还有过，我交往男朋友真是够一桌麻将牌的了。好，这四个。嗯，我说的是牌，一百多人了，这个那是吃过见过。哎，行行了，那离了就离了吧。这才离的婚啊。跟我说完之后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那是好朋友，嗯，这是我的小伙伴，那是我得管他。嗯，转过天来，我上家看他去。哦，我得开导开导他，你得劝劝我啊。这会儿正是愁的时候。是来到他们家，嗯，客厅里边挂着一个大匾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，写着。天行健，君子自残不息。哎，我这作死呢，在家里头是。我看看他那个状态，我很烟心难受。是，自个儿坐那玩游戏呢。那也好。哎，玩那个俄罗斯方块。太老了。玩游戏，旁边放着薯片。啊。这儿放着方便面。哦。薯片要那个，不是干的那个，打火机一点就能着那种。好家伙。哎。点这个能点烟，嗯。哦。方便面不泡，嘎巴嘎巴嚼。然后水管子那喝口凉水往下送，纯粹屌丝生活。嗯，他坐那玩游戏，我坐这看着他，嗯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过得太难了，瞧不得。嗯，突然间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我身后是电脑啊，电脑屏幕亮亮，我再一看上面一行大字，写着：“您这次开机时间1年08个月。”嚯，那我就别玩什么了，我这。当时我就起誓了啊，这个朋友我一定要管他，你这得管，因为这个货不知什么时候就死了。哎，这个净吃这个没法不去。哎呀，我得劝劝他呀。嗯，我说你这也不是常事儿，嗯，啊，往开处想，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对，正说着敲门。哦，打开门一瞧，谁呀？管片的警察同志来了。他们民警找他送钱来了。给我钱。我一问我才知道，嗯，就他们小区发生了十起诈骗案。哎呦，十起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他一个人，都骗我一人，感情同样的技巧，同样的语言，同样的人，我就没上啊。这人是每天到那点过来拿一趟钱来，等于是。哎，对，我就给人送钱去了啊。人家把钱递过来，他接在手里边，嗯，谢谢警察叔叔。那是得道谢。警察走了，他还跟人家再见，再见。一抬手，钱掉地下了。嗨，我赶紧捡起来。嗯，我这么举着，嗯，他回头看我，嗯，你给我钱干嘛？这是，不是这钱，嗯，不是我的呀。傻了，是我的吗？嗯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瞧这人怎么这个状态呀。对呀，这怎么了？马上的事马上忘啊。这钱是你的还是我的我也不能瞎说呀。是啊。得了，我带你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朋友啊。啊，带他出去了。嗯，国营赵记亲子鉴定中心。这是亲子鉴定，听这名像卖煎饼的。这个挂号啊，进来让大夫给看看。嗯，量量体温。哎，完事儿出来。嗯，拿那单子，我说你看看单子上写着了吗？这5000块钱是你的。哦，没写。哦，这钱就是你的。我说那我就揣着了。什么你就揣着了？揣起来了。我说得了，钱不能白拿你的啊，今儿起我好好教给教给你。那也好。你的愿望是什么啊？我的愿望就是交女朋友。嚯，交无数的女朋友哟，床上弄得跟春运似的才好呢。好家伙，还带跑火车的啊。我想这孙子想瞎了心了，这是啊。那是想瞎了心了。但是朋友之间我得管你。这能管？明天上午你去找我。哦，咱哥俩聊聊。嗯，我教你怎么交朋友也行。啊，行不行？嗯，转天早晨8点就起来找我去了。那是他开电动车。哦，哎，来到电动车这儿哗一坐。嗯，可帅了，一给油出去了，啪，人就摔那儿了。干嘛摔那儿了？前轱辘锁着呢。对，我也太傻了吧，我不开锁就走。又开开锁。嗯，还真能走往前走。嗯，
开着开着进胡同了啊，胡同对面又来一开电动车的，哦，谦这么来，人家这么来，对面谦真聪明，怎么着？你左我右分开了，啪就撞上了，这还能撞上？都告诉 你的左跟他的右是一个方向。对面来的，我倒说清楚了。啪，巧就巧在啊，两位倒那儿，谁都没动。摔坏了吗？那倒不是，啊、谁起来谁赔钱。这点心眼都用这儿了。这边躺一位，嗯，钱躺在这边啊。幸会啊，幸会啊！还客气呢，往边来，让人过车。哎，还躲呢。万幸天气暖和。哦，四五度，零下十二。哎，好，冻上了都。俩多钟头啊。谦儿说：“要不然今儿咱到这儿吧。”哎呵，别坚持了，是不是？嗯、那位也说是 啊， 啊，改天吧，改天，改天，改天，还改天。俩人站起来，打磨打磨头。哦，青山不倒，绿水长流。他、啊、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请请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站起来这腿都不听使唤了啊，动木了，俩神经病嘛，这不是推着电动车啊，还不如溜达着快呢。这个往前走，马路边有一个套圈的，哦，摆着一地小娃娃啊，拿圈十块钱多少，是你上套做小买卖的、哎、他说我站这歇会儿吧。嗯、啊、套圈这老板是一大胖子，哦，大高个，拿着圈，他看看人家，多少钱啊？还问价呢？十块钱，嗯，十块钱十个，哎，十块钱六个行吗？划什么价？往上划价你的。老板乐坏了，嗯，行，随便套。那是随便套，套着都是我的吗？套上就拿走，也真有这闲心。签儿接过来了，啪，套上了吗？一下就套着三轮车上了，套人三轮车上了。过去片腿就上去了，哇，我的，这时候聪明了，胖子，你说能饶这个吗？是啊，人家也是挺客气，是吗？把签儿拉过来，啪，啊、干嘛呀？腾，不讲，啪，打了俩钟头，嚯，论钟头算的，这都。签儿站起来，擦擦脸上血，还真能站起来。那车到底是不是我的？还问什么呀？还问？还缺打吗？这不是？胖子，套。这就明白了，一脚给签踹出去了啊！坐了马路边又歇了俩钟头。哎，对，这点功夫都这么耗过去，缓过来浑身难受啊。那是，这怎么办？一抬头，嗯，身边有棵树，树。于谦伸手抓了几把树叶，啊，搁在嘴里边。我这是什么毛病啊？嗯、啊，这干嘛呢？电视剧武侠不都是吗？啊，受了伤嚼点树叶。人那是嚼树叶吗？人那是草药。嚼完了。十分钟就见效果了，好了，牙疼，指不定什么树叶呢，这个牙花子痒痒，中毒，嗓子眼是木的，哎呦，心说不行，我别死在这儿啊，就是啊，套圈这胖子没打死我，嗯，树叶再咬死我，这不是背吗、啊、上车吧，还上什么车呀，上电动车，缓得差不多了啊，嘚往前走，哎呀，天都黑了，哎，对面来一卡车，哦，签奔着卡车去了，砰，我干嘛迎着卡车就撞啊，天都黑了呀，啊，卡车开着灯呢，是啊，他以为是两辆摩托车呢，我这太缺心眼了吧，我想打中间穿过去，我呀，我非死在这儿不可呀，这躺，哎，你知我说这个多过瘾吗，哎，对，准知道你过瘾呢，这个啊，砰，怼上了，送医院吧，那是得送医院，送医院吧，知道消息我得去，你好朋友啊，看热闹去，到医院一瞧，躺在病床上呢，哦，病床上墙上写一行大字，写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哎，这病房就给我开的，就是啊，聊聊吧，啊，劝劝吧，嗯，都是朋友，是小伙伴，我得管他呀，你早管我呀，哎，我没事老去，是吗，三天两头看他，慢慢慢慢就好了，嗯，因为他这个对他来说这不叫事儿啊，三天两头这样，嚯，精神状态恢复之后问我怎么能交女朋友，还没忘这茬呢，我说你这个玩意儿你这改不了了是吧，那是啊，那你喜欢谁啊，嗯，我就喜欢当年咱们上学那班花，哦，还有这个，他一说这我脑袋嗡一下，怎么呢，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一班花，他也记得最好看的女孩，是，当然那女孩学习一般，哦，
蹲班留级过来的，那不在这，比我们大12岁。这是想当初我妈那班的班花吧？这是比我们大12，他45，你算算吧，啊，60多了，这位。我说你现在还这么想？还这么想？好家伙！我说那你找着去呗。啊，就又认识这么些年交情，你不用再跟人家那个多客气，慢慢发展，等不了，慢慢发展，你非死他头里不可。那我怎么办？一进门就告诉他我很喜欢你，喜欢你一辈子了。哦，以后咱俩人就两口子了，直截了当，一把搂住，摁在墙上你就亲啊，铁石人也会答应你的，就行了。去了，见面就约出来了。好，我是于谦，我想见你，你是我的班花，我的梦中女神。嚯，哎，那女神来了啊。这女神也刚让电动车摔完了，都这范儿的出来了啊！一见着于谦，哎呀，干嘛呀，谦儿啊！啊，他们都说你死了。哎，我都交的什么朋友啊？这是，谦儿一把就弄住了啊！我原来就爱你，我现在我还爱你，是我跟你好，我爱你。推在墙上，摁住了就亲啊！一下就脑震荡了，不挨劲好。我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？我骨质疏松。哎呀，岁数太大了，60来岁，谁受了这个啊？谦儿跑了，那是得跑啊，跑了。嗯，给我打电话是在张家口，跑张家口去了。我现在在张家口啊，我倒不是因为搬花的事儿，那是我是因为在王府井啊，看见一个女孩很漂亮。啊，你瞧我转的倒快，我就跟她出来了，一直跟到张家口。嚯，啊！我说那好啊，那你就追吧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已经租房了。哟。我在这租房就为了追这女孩。好啊，你有什么技巧吗？啊，我说有什么技巧啊？嗯，认识人家家吗？认识。哦，差一个路口，我在这儿租的房，路口那边他们家，我就塞着他呢。我说你就买个漱口的杯子，买个牙刷，啊，每天早晨6、7点钟蹲在家门口刷牙去吧。这有什么用啊？让街坊邻居误会你是她男朋友。嗯，时间长没人追了，早晚是你的，好吧？这主意也就你能想得出来，我跟你说。我就这个我还行。哎，这行，你早教我多好。嗯，一个月之后，啊，我心想我得看看谦儿去。你是得瞧瞧我。开着我那直升飞机瞧你。嗯，行。夜里边9点来钟，嗯，落在张家口。哎呦，下了飞机一瞧，谦儿坐在马路牙子那儿，啊，正抽烟呢。哟，干嘛？形容憔悴呀，哎，头发也长，脸上都是泥，指甲缝里都是泥。不是净漱口吗？一嘴小白牙。那是漱了1个多月了。嗯，坐了马路边马路牙子那儿，嗯，叼烟啊，我这瘾够大的呀，我这照这么着有3根就得肺癌，我这烟头都给吃了，瘾太大了。那也没吃烟头。我说你给我站起来！啊，颓废的样子。啊，成了吗？没有。啊，就唠一嘴小白眼。哎，对，就是牙好了。你跟人说了吗？嗯，我跟他说了。嗯，我来了我就跟他说了。说什么？女孩问我，嗯，你是想跟我搞对象吗？哦，我说是。嗯，人家说了，以后不要这么想了。哎，嗨，带我去。你去。带我去，我帮你说这事儿去。你瞧，还是有朋友。拐弯抹角一个路口到了啊，住那小别墅，哦啊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嗯，谦儿，说我上，谦儿，开门，嗯，屋里女孩说话了，啊，家没人，没人说话，你看多客气，回头跟我说，嗯，家没人，咱走吧，哎，傻小子吧，这是，你真遇缺心眼儿你啊，啊，来，我来，啪啪啪，嗯，一开门，门打开，这女的看看我，嗯。这是正常家人吗？这个，这咱有朋友嘛，是吧？啊，谦儿进来，跟我进来。哦，进来，一楼是一大厅，有2楼。哦，这女的进来。嗯，这人在家里穿着很简单的睡衣。哦，小睡裙儿。都睡衣了，还怎么简单这玩意儿？就是短啊。啊，到短。啊，到锁骨这儿。对，到锁骨，到锁骨那不是睡衣，那就是假领子，知道吗？是你上头那在谁问你锁骨上头？我问你下头，在锁骨下头啊？还是到这儿啊？这个不是就到这儿啊？小裙子，来，跟我上来吧。嗯，我们俩跟人上楼。哦，2楼大沙发。嗯，往这一坐。哦，刚坐下，谦儿站起来了。
我可告诉你，怎么着？我刚才在马路边坐了半天了，是着凉了。嗯，我得拉屎。哎嗨，我还以为要说什么呢，这多泄气呀、啊！这没法不泄气。那女的满脸嫌弃啊！你下楼吧，下楼吧，一楼那儿洗手间，快去吧，去吧厕所。她下去了啊。二楼就是我跟这女的。哦。她开了一瓶红酒，倒了两杯。哦。给我一杯，她自个儿拿一杯。嗯、啊。啊，把蜡点着了，把灯关了。烛光。端着杯。嗯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哦，我就愣了。是，我是替朋友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能说什么呢？真是，哎、三更三点入了罗帷呀、啊。嗯，二爹娘睡觉，又把这灯来吹呀、啊嗯。今夜晚间敲打板，不算采花盗柳的贼呀、啊。咱二人年纪相当，谁也不吃亏呀、啊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说，于老师在楼下正接手呢，我还接手呢。哎呀，洗手间门口贴条啊，不要用坏了，这叫什么话？写这么一行字，不要用坏了啊，把谦儿气的那是小气鬼，真是上个厕所还不要用坏了，怎么会用坏了？拉门进去，啪把门摔上了，用用试试。厕所漏水，漏水，水都到眉毛。这么深的水，才想起来那行字儿、啊，差一逗号，怎么写呀、啊？不要用坏了。我琢磨琢磨再进去不行吗？我再推这门推不开了。怎么了？你想啊，它反锁上了，看不见呢、啊，又没个灯、啊，水到眉毛了，到这儿了，前儿垫着脚，呼吸，喝吧，喝呀，就这一喝，喝到天亮。水量还不小，哎呀，天亮，水终于到眉毛下边了，这都是喝下去的呀。嗯，门开了，嗯，我跟这女的出现了，哦，把她救出来。是，谦儿，怎么着？这个她答应跟你交往了啊，希望你们两个幸福。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啊，我这喝了一宿水，你们俩干嘛来了？唱小曲吗？啊，唱什么小曲儿啊？喝红酒吗？是吧？你说点正经的。这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！啊，把这事儿说成谦儿很开心，是吗？两个人就开始交往吧。啊，真交往。三个月之后，这女孩怀孕了。仨月，仨月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什么叫差不多呀、啊？谦儿高兴啊，要娶人家，那是得娶、啊，要结婚啊，回家跟你爸爸得商量去，得说说这事。交往一女朋友，现在她有了，我们俩得结婚了。啊、对，老头想了想，嗯，是你的吗？哎，我爸爸比我还聪明呢。是你的吗？啊，那是我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哦，千万别走我的老路。哎呵。这玩意儿就别传代了，这个结婚吧，啊，大牌宴宴啊，那是请客，请那些个朋友啊，嗯，吃饭，哦，喝酒，是庆祝啊，开心，好啊，酒席散了，嗯，大伙儿都走了，啊，谦儿送完朋友，哦，回来把门关上，一回头，哎，一瞧这媳妇儿变颜变色的，怎么还？媳妇儿你怎么了？嗯，媳妇儿乐了，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啊，还变魔术。你先背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你少来这套！你在里头呢，对吗？不对，那谁在里头呢？套圈那胖子啊！去里头吧。哦，谢哦、oh ，哎，谢谢吧，谢谢吧，这个热心观众啊，这挡着吗？这个看不见吧？现在看得见吗？还看得见啊？谢谢吧啊，刚才这个观众给拿了两根巨大的蜡来，哎。这是让于老师做的啊！啊，我天天做辣呢，我跟你。刚才你们唱歌了是吧？啊，花那么些钱唱这个破歌，唱完还鼓掌呢。啊，我救不了你们了啊！岳云鹏啊，岳云鹏唱这个，唱这个。
唱这歌，这个很卖力气啊，话筒都湿了啊，至于湿？所以说呀，这个至于湿到那儿去吗？你嘴里太没功夫了，挺好。嗯，岳云鹏啊，跟这个孙朱他们两个人，孙朱啊，孙岳，孙岳啊，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又上来跟大伙儿聊天，是今天封箱啊，所以平时不常说的一些个节目啊，不常演的一些个桥段啊，就都容易放在这个舞台上压箱子底儿。本来说好的节操呢也没有了。嗨，其实我们也能说那个从七点半到十二点半都是文言词的那个，我们也会也行。哎，这个激昂慷慨的我们也有哦。嗯，教人出去蓝鲸马的我们也会哦。但是想了又想，你说大过年的别跟大伙儿犯不上是吧？就是开心最好，大伙儿都是成年人。嗯，各位在每个行业里边藏龙卧虎都是能人。嗯，今天晚上坐在这儿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放松就可以了。哎，不必想太多呀，这句把我教坏了、嗯、这个动作把我带坏了。嗨，哎呀，听完德云社我学坏了、嗯、孙贼你来之前就是那个玩意儿。哎，这嗨，听相声图一什么呀？就是开心、啊、哎，听段相声就解决组织问题了。我只能说你想瞎了心了，那是。那可不，没的是，是不是啊、嗯、反正孩子们都很年轻，嗯，哎，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哎，慢说他们，嗯，我们哥俩也是如此，都一样啊。这马上就我快三十五了都啊。谁呀、啊、您亏心吗？说这个啊，别闹别闹别闹 啊谁跟你闹了？哎，谢谢吧谢谢吧、啊，我这活回去了哈。谦儿哥比我大，比我大四岁、啊、是当初上学我们俩同学，嗯、啊、同班。你那意思我蹲四年班是吗？我说两天一说上学我就特别感慨。怎么呢？我是吃着他妈的奶长大。别提这个，这上面都连着呢，是怎么着？您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说句良心的话，混得最好的就是谦儿哥。哎，可不能这么说，说相声都剃我这么一个头啊。为什么呢？第一是不当脸，第二有传统艺术的气息。哦，老，你看哪个说相声弄一脑袋菊花跟着、啊、菊花，我干嘛非弄这么一花啊？时尚新潮大气、嗯、也是因为您家里边趁钱。哎，咱别提钱，这是实话。包括当年说相声都不挣钱的时候，人于老板家里就家趁人值的。哦，真有钱那会儿。嗯，包括当年你看我们说相声三十一场二十一场，嗯，谦儿哥那会儿就成了人家拍电影拍电视剧拍广告，是很多产品请于老师做形象大便、嗯、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别说了别说了、哎、太恶心了。哦，那应该是形象大便、啊、不好听是吧？对呀、啊、应该是形象大使。你给大伙儿解释一下有什么区别？就得这么说，这个什么叫有什么区别呀？你的口感很独特。哎呵，别提这个了。拍了多少戏了啊？最近据说有一新片子要找于老师啊。这老接戏电影《黑蛇传》，《黑蛇传》，山西煤老板投的。哎，这好嘛，还带做广告的呢，这。啊，我这个钱不能白花。哎，对，那也把不能把蛇上盐似的啊。说这个意思 啊，说这个意思、啊、挺好。嗯，希望您越来越好。哎，当然了，现在已经很好了啊。包括在我们的帮助下，嗯，有了一个大胖小子 啊。哎，用不着这事儿啊，有孩子用你们帮忙干嘛呀？不是，他这人玩心最大啊。那会儿我们都劝他要个孩子吧，要个孩子吧。嗯，哎，结果才要的这孩子。劝我是对，是说这个意思。嗯，跟嫂子两个人日子过得也特别的好。那倒是不错。嫂夫人，你知道多漂亮。嗨。见他媳妇头一面我就想了。你想什么呢？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您什么目的呀？这是不是啊？没有这么好的媳妇儿了。那是不错呀，真的啊。嗯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让卖啊。不让卖啊？不是什么二门不卖？大门不出二门不卖。对，有时一出门演出，这一走走二十天走半个月啊，媳妇儿连门都不出啊。就这么规矩。说句良心话，现如今这个年头这样的女的没有了。嗯，不多。知三从，小四德，明九真，董七烈。嗯，这样就没地儿找。是，谦儿也感动。我一出门半个月回家，嗯，媳妇儿你没出去遛个弯逛逛街？去了没有？哎呀，没有，出去怕人说闲话。你瞧瞧，在家写毛笔字儿。哦，练字。谦儿眼泪都下来了，感动。我看看吧。啊，小楷。哦，宣纸一些写一摞、嗯。
看看，看着感动。嗯，每天自己拿毛笔写日记。嗯，写日记。深夜与邻居王大哥闲谈。再看这篇，清晨送李先生无语。后半夜跟赵大爷看岛国动作片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他是没出去，竟往家招人了，合着。大家闺秀，哎，是那净往家招人。大家闺秀啊，所以说您得对嫂子好。我还对她好。您现在在台上来说，您这艺术应该是没问题了啊，剩下就是好好过日子了。那对，在这个行业里面，能到于老师这个水平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不好找。您捧我，水平之高，真是啊，亘古一人。嚯，太过了，这真捧。当然，我跟谁也这么说啊，哎，跟谁都这么说。您客气说客气，您这样的，嗯，不多见。您瞧瞧，捧哏演员，你想人家，但凡人家都好人，不就站在外头了吗？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说认头站在桌子里边都是，这，嗯，就说这个意思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意思？您这，您跟他们不一样。哦，哎，虽然说站在桌子里边，但是您的能力里外兼得，哦，就都行。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嗨，我认为啊，能打满分。我还满分，甚至好多地方比我强。您太过奖。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麻木良乡各有所长。我就有自己不行的，嗯，譬如刚才孩子们跟着唱的歌，嗯，勒死我我也不会。那不至于，也照样唱，听不懂就我害。是，有时候台上我也唱歌，嗯，我那是捣乱。谁说的？您唱的歌大伙应该都听过呀。啊，你们这叫起哄，知道吗？起哄！我倒是会唱，也就两句三句啊。那老唱那个《大腰在冬季》都臭了街了。好，大伙儿爱听啊啊！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嘿，早先我跟齐秦关系可好了啊，现在都不来往了。哎，毁了几代人。您我那会儿还老听那个唱片，老唱片那个歌啊，那个，嗯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啊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什么呀？我问燕子为什么来，啊，燕子说，啊，夜上海，啊，夜上海。我一唱唱好几天。那是，您这叫老歌听不腻啊，嗯，我一唱能唱唱的吐了血为止。这行了行了，别唱了，啊，我还会那个呢啊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哎，唯有椰林缀斜阳，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什么呀，就这两句啊，获得过专业人士的赞美。哪行当啊？唱二人转的。哎，这对，就是他那味儿。那叫什么来着？那歌那你唱。你爷爷我小的时候，哪有这词儿？就在行了行了，别说啊，哪儿啊？啊，我爷爷小的时候，这句话我们小学老师说过。哎，这这这，算我嘴快还不成吗？所以说这玩意儿，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啊，唱歌我不行，您又客气。列位，这是行家，捧我这么半天就是让我唱，这是行家。哎呦。有人给拿词儿来，送手机呢，还送一电话来，啊，送手机。你看，什么呀？这是这个热心观众啊，怕您记不住词儿啊。然后这照片是谁啊？行了，行了，你忘了刷牙了，在那。哦，这姑娘胆儿可够大的呀，啊！来，于老师，您看看，人给您拿来了啊。当然，我要解释一下，于老师不是专业唱歌的，哎。哎，这个中规说相声的，您不能说按照歌唱家要求他，嗯，那叫欺负人。嗯，哎，有点小毛病。五音呢短六到七个，我还唱上俩，词儿多了记不住啊，弦儿高了够不着，那还唱什么劲呢？但是万幸，在1994年呢，嗯，夏天，他在保定农村收过麦子，这挨着吗？而且还练过铅球跟铁饼，嚯，哦！所以他胆儿大。哎，对，就剩胆儿大了，我这来吧，大伙儿都喜欢听，啊，唱两句吧，好吗？刚才这底下这送上一词儿来，这，啊，这实在唱不了，这实在唱不了，啊，这个那，嗯，咱也别难为于老师，因为确实没，啊，还要吗？嗯，不要了是吧？你人缘可不怎么样。这都是你带来的朋友，对啊，还给你吧。 啊这个还什么，这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亲生的朋友。来吧，于老师最擅长唱那个，
摇滚的歌曲是吧、哎、这样先摇一个好吗、啊、我再滚一个是吗？你们点，你们点于老师什么都行。好家伙，嗯，一块红布一无所有、啊、行了，一无所有老唱啊，唱一块红布吧。好吧好吧，嗯，本来一无所有，现在有块红布了。哎，对，明儿回家做一裤衩去。你嗯，对，本命年那错不了。嗯，戴脑袋上、哎、嗯，一块红布啊，来啊，唱几句。好啊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。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，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路。谢谢谢谢，就这么几句，也没有伴奏的。这是北京各大歌厅培养出来的。谁呀、啊？于老师唱的好，记住了，十八号。哎呀，什么十八号？那这个你打死我，我也唱不了。您又客气。我给你们唱一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在乾隆年间出过一本集子，叫《白雪遗音》，记载的是皇宫里边的一些个风花雪月的小曲小调。哦，那还挺高雅的。是给皇上唱的啊。哎呦，风花雪月。有点曲高和寡，但是我还愿意给你们唱一下啊。哦，这个很高雅啊。啊，阳春白雪。那是。小寡妇。这是皇上听的这个。皇上的品味还不如我呢，你。啊，跟你没法比啊！我喜欢大寡妇。那是、嗯、你还有菊花头呢。来吧。小寡妇三更半夜雨泪纷纷，思想起多情有一的人，我为你往山跑死马，我为你玉兔撵飞禽，眼望天涯空余恨，骂了声抽烟喝酒烫头的人呐、啊！怎么又是我？哎，已经十二点了，你们也不走啊？对。哦，你们就住这儿的哈、啊？哦，好吧，谢谢吧。嗯嗯。大半夜十二点还说相声，这是哪说理去啊？就是，我们仨你们大伙都认识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、高峰。是，我师傅是侯耀文先生。嗯，他师傅是石富宽先生。哎，老高是范老师的学生。没错，范老师。范导爱。哎，去。必须瞎说啊！必须提这句啊！大半夜的，我腻歪听这个、啊。哦，大半夜怎么会腻歪听这个？哎不。您就别瞄了啊！嗯，范振玉，范先生。对，哎，翻译成中国话是范振玉。没有，您别瞎翻译、啊。日本话叫范导爱。哎，没有日本名字。很遗憾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。是多事。我师父在呢。哎，你这人也是，啊、你过了年再说这话、啊这，就活这几天是吗？我们仨同学，哎，哎他小时候一个班。是、嗯。高峰，你喝过他母亲的奶吗？哎，别提这。意犹未尽，哎，去，这玩意儿指不定打到谁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晃都这个岁数了，就是这会儿你说再有奶你也喝不动了啊，也不见得、嗯、啊，这是个要强的人，哎、有胃口好的，那是那是那是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打小一块儿、嗯，这是真正的发小弟兄，哎，好朋友。上学的时候曲艺团学员班，我们仨一班，是了、嗯，那会儿老高就这个个头。对，我长个早一点，大高个儿，又从小人跟电杆子似的，就是他、哎、那会儿还瘦嘛。于老师小的时候又胖又矬，就这个头啊、哎、是小名叫地雷，那会儿哎又圆又胖，我们仨好交情。嗯，撒尿的时候一定要一块儿去，这叫什么交情啊？这你看课间休息了，嗯，老高，嗯，电杆子，嗯，撒尿去吗？
去，来这就跟着。哎，谦儿，嗯，撒尿去。嗯，没有。嗨，嗯，你再控控啊，再控控。这玩意儿叫控控的，必须去。嗯，不去不是好人。嗨，啥？哥仨一块儿，一大高个儿，一小撮胖子，跟我撒尿去。就是，那会儿我管着他们俩。嗯，你孩子头。哎，上厕所撒尿，我必须站当间儿。啊，一边站一个，陪着你。哎，陪着，有尿没尿一定站着。嗨，身份嘛啊。图什么？这叫什么身份呢？这，啊，这边站一大高个儿，这边站一小撮胖子。嗯，这两位是我的保尿标的。哎嗨，多难说呀这话。哎。我那会儿可爱跟他们开玩笑了，嗯，尿着半截儿，怎么样？高峰，这就愣转身尿着一裤子，你瞎逗，你这于谦儿是转我这边的，尿一脸，嗯，嗨，我也太矮了吧，我也不是他一提这事儿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小时候一叫他，他还答应，啊，于谦儿，哎，全弄嘴里了，哎呀，我还跟人转脑袋呢，你就是一点不糟践。为什么他现在唱歌唱这么好啊？啊，嗯，啊什么呀？喝尿喝的是吗？那嘴老尿性了啊！童子尿是药材，那是啊。行了，一晃啊，我们都这个岁数了。是啊，老高也三十多了，感慨谦儿四十四五了。您听，我也快三十了。嚯，您越活越年轻了。您一会儿一变，您这罐儿也养着。反正说瞎话呗啊，很开心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难为各位这么捧我们、支持我们啊。多说点没事，就怕你们不爱听，也怕你们累。哎，我累。哎，是啊。谁家说相声带熬夜的？你们真拿着当年三十了，这是啊！啊，这个很开心，因为相声说句良心话啊，是最简单，但是最不好干。就是啊，十二门功课，嗯，往小了说，说学逗唱拆开了十二门功课，多不容易，弄好了不容易。哎，你像老高会打板儿啊，快板，于老师会唱歌，您听我什么小曲小调唱戏我都得学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功课。嗯，没有不，比如说念经。哦，可能对您来说这离着太远了。对，那念经我们都得学，天下万物万事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哎，都能用得上。念经，你看节目里能用得到。对，当然了，念经分怎么念法，嗯，有的就是念着玩，你说一乐，念完大伙知道假的。哎，我为学念经，我正经的，我下过功夫。哦，还真学过。好比说啊，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哦，于老师出殡。哎，这这这。还真是大快人心。高峰啊，高峰作为一个孝子，对，啊，哎，全嗨，我逮谁孝顺谁是吧？死了都值了，嗯，啊，你是值了，我活得了吗？那不这么说，老高出殡吧，好吗？哎，那也不行。于老师是孝子，哎，对，啊，我们俩非得谁给谁当回儿子啊？不是，不是说这个意思，啊，谁当谁儿子，这个并不重要。哎，重要，重要，啊，对你来说不重要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怎么不重要？我丧子之痛。哎，这好，这就三代人了。我们老中青三代人物啊，什么三代人物？就好比说这儿有一个人，你给他一念经，嗯，你会觉得这个念经这个音乐旋律这太漂亮，太好听了。咱得实际演戏。所以说你们俩抓个揪吧，要不你们抽签儿，甭抽签儿，哎，我抽签儿。哎，不不 不，别抽，别抽。他要抽鱼签儿啊？啊，行了，你呀，啊，你这占便宜也占的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们站这儿也占半天，对我们不吃这个了。这有什么？你看。这没意思了，这就啊，怎么叫没意思了？我们也反抗一回嘛，对吗？这就是啊，你们俩好歹找一孝子出来，咱们热闹热闹。孝子有的是，不是快过年了这啊？快过年了就需要孝子是吗？啊，点缀一下嘛。不，我们不像，给您单找一位。你们俩不像，还有像的？哎，后头有，有比我们像的，对不对，于老师？还有专门应这活的，那是你这有这演员，给您叫上来，来吧，有吗？孝子，别喊孝子，不来了，喊孝子不来了。喊好听的，嗯，兄弟，兄弟，你跟孝子是兄弟，啊，没辈儿。哦，孙老师，孙老师，来来来来来大胖子，快来，来来来来，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德云社最好的人，干嘛去？干嘛？我这喝不动。来，介绍一下，孙越，孙越啊，相声艺术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对，孙越啊，世家，相声世家。啊，再熬一熬你就释迦牟尼了啊！哎，没有，啊，有佛像，嗯，德云社最胖的演员，来的时候这一个桌子挡不住他，啊，哇，减肥了，那是啊，现在桌子加大，吃不下东西去啊，坐飞机买两张票，是两张都靠窗户，给人堵上了，那是，窗户近，在办公室跟我聊天，嗯，我说你还不死去，真听话，推窗户就跳出去了，嚯！万幸是十七楼啊，
这还万幸呢，这个跳出去腾又弹回来了啊，地上一个油印儿。现在也不行了，那是那是那是，岁数大了啊！知道将军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什么事，回去了。别走，事儿大了，那可不啊！出事儿了，又出事儿了。哎，有事说事，不要影射。影射什么？再闹我封杀了你们啊！那大年纪找不痛快啊！那郭老师这词儿熟着呢，那错不了。一疯了把你们都杀了，行，你看说着半截一搅和忘了吧、哎、咱们从说啊、哎、人生难得一只鸡，从哪儿说呀、哎、太往前倒了啊、哦、不往前倒了啊、嗯、我们正在探讨相声艺术、哎、说来说去说的念经，然后我们就打这儿探讨到您的未来。哎哎，这跟我什么关系呢？说实话啊，孙胖子这些年艺术上非常的好，好生活上也是风生水起，就是一切都好，喜欢他的小女孩也有不少啊，这都是想瞎了心了。哎，哎，你抨击我的粉丝，你那这，你那可不是粉丝，你那是凉皮儿。哎，哪那么宽呢？太宽了，整张的不能改刀啊。没听说。嚯，这你看这乐的，这都是啊，早晚封杀了你们。那是，你说点别的行不行？所以说，但是希望你是越来越好。谢谢您吧。希望你越来越好。当然了，你想好你就能好吗？是不是？怎么呢？刚才我们哥仨我们也聊天了，说来说的你是为什么叫你上来？我是真愿意多看你一眼，真的。哎，您等会儿吧。什么叫多看我一眼？就看一眼少一眼的意思。对。哎，这不是什么意思？他们都觉得您可能有点小问题。他自己还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老高，你嘴太快了。你就不如现在告诉他，应该给他点破，是不是？应该不是，你不是，咱别闹啊！啊，年底有什么事说是兄弟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我能不往心？什么意思？嗨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。不是你不是，这您但是现在说这个，我不什么良心话，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，真的。不是哥，你不是，不是这，咱别闹行吗？哥，没跟你闹，我心窄，我说是这有什么？您告诉我，就是因为你心窄，所以我们才柔和着告诉你。你告诉我了半天，你说这没用的，什么？你说，你说吧。妈，哎，老高说，老高坏，你这不嗨？哎，这事别老让我提。这你来，不是你说你说，还您告诉我，告诉他得了。不是你们仨，我们算出来，您日后可能有一步劫难。就是你早晚得死，你知道？你看人家这四位出去庆祝去了，你看。一会儿听放炮。少喝啊！对，上后台随份子来的，这是啊。不是，啊，早晚得死。就是你现在太好了，但是呢，在你身上有点灵异现象。灵异现象？对，你家有祖宗啊？对，谁家没祖宗啊？当然了，你家有祖宗，你的祖宗当初是跟着唐僧一起啊去西天取经。您等会儿，他行二，没听说我祖宗猪八戒啊，我。反正你祖宗现在对你不满意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准备给您念念经，做个法，让您顺利一些。哎，我们是为您好。对，啊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。你们就念完经，我就能好了。你就特别好了啊！你想怎样就怎样，吃喝玩乐，享不尽人间富贵，真香。你这倒霉德行，你看看啊。哎，这真的？这兄弟就是真的。还是你对我好。那咱们开始吧，赶快啊！我们有一套制服要给孙老师穿上啊。侯先生，怎么还有制服呢？侯先生送制服来了啊！你看多喜庆，那看。我这哎，德云华府广告植入啊，德云华府，你这广告植入不合适哈。好吧，太好了，侯先生走吧。什么？走啊？您跟这干嘛呀？我看看，这多好玩的。你留神，打人的来。怕了，谁都有短处，你知道吗？没赶上，来吧，高老师。哎，来，这什么？来，看您这绣球来了。嗯，你接着了。哎，这个呀，这个提前得给您说好了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它不见得可身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是个意思就行。哎，把您祖宗这个特点要彰显出来呢，您必须做点付出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烘托气氛，没别的意思啊。哎，这个是道具，兄弟。来吧，您穿上看看，合适不合适？怎么穿？就是认秀，哎，过年了要穿点民族服饰。对，
你看五百多年过去了还是合身。我转世我一人搂不过来他。兄弟你往下搂搂就搂过来了。我怕搂着不该搂的东西。那么讨厌的东西不全，凑合拿这当帽子。这就对对对，真好。哎，大气大气，来来来来，大气。哎，这什么呀？别着急，好，死俩这是。哎，老高老高老高，哎，我得瞧点东西，我得。往上来这儿。哎，嘿，怎么样？一看就是红袖全肿了，泡发了。没听说过。发面的，闹了义和团了。嗯，红袖全肿。特别简单，我们这是念经。这好比说，这就是你祖宗在这盒里边装着呢啊。我祖宗去一圈，我祖宗。哎，别拍。在里边。我祖宗脑震荡里。哎，搁那吧，搁那。颠颠你祖宗没脑震荡，班花脑震荡了。颠颠好开牙，这好比就是你祖宗那棺材。哎，我们给他不是牙口的是吧？我们给他超度啊，我们给他超度。嗯，我们仨人呢，就是你们家的长辈吧，好吗？对对对，辈儿还特别大。长辈，对对对，长辈长辈。给您帮忙来，咱们叫几个伙计一起热闹热闹，好吗？好，来来来，这还有帮还有伙计。对对对对，这大事儿这是。你们是个团体哈。对对对。你看响气都入了，对对，是吧？热闹闹的啊，过年了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这多喜庆！就你这身制服，绝对诱惑，我告诉你吧。啊，改制服诱惑。诱惑。哎，念经您懂是吧？哎，念我们念完经，你就喊一句“祖宗您快走吧”就行了啊。嗯。哦，就祖就这么简单啊。不缠绕你了。对对对对。哎，这多简单。来来来来，好了吧？来来。真灵，念经啊，念经啊，真灵是吧？你听南派的，听北派的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都一样。哎，那你问我干嘛？别分了，就问着玩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跟你一块儿啊！来来来，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你给我搁下，搁下！这就别唱。你当我听不明白？什么生日？多喜庆啊！这是念经，这不生日歌吗？这个，这我听得懂，知道吗？我听得懂啊，听得懂。嗨，你这事闹的，真是不听汉语的是吧？这，你得念那个经文，我听不懂。听着，来来来。对 ，I'm a pretty little。你给我喊，英文我也懂啊。这真是太难懂了。不还是生日歌吗？来来来，道场成就。哎，这赈济疆场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叹息呀海中巨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。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尽管山有色，细听水无声，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接的。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祖宗坐船来的，是吧？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呐，两眼就泪不干，两眼就泪不干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妈咪哄，哎哎哎耶。第二天来到恶呀么恶狗村呐，恶呀么恶狗村呐。许多的这个恶狗啊，真是吓死人呐、啊！我佛耶，如来耶，玛尼玛咪哄，哎哎呦哎！笑死我！第三天来到望呀嘛望天涯，天涯呀嗨哎叫，小妹妹是仙，郎是真。郎啊，咱们俩人一条心，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咪妈咪哄，哎呦！
孝子好开心啊、嗯！哎呀，祖宗丰收了，这，我、哎、这祖宗还没走呢，我这。杨庄虽然传在身，这，这，祖国已多年为亲近，万里长城永不倒，不是千里黄河水滔滔，您这是我是一张弓，战死一棵松，窝头咸菜嘛，就这一碗大碗茶，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尼妈咪哄，哎呦哎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天王，回来吧。我才听明白啊！哎，干嘛这是半天？耍着我玩呢？不怨我们，谁不怨你们、啊？毛病出在你这儿了。什么叫出在我这儿了？你看我们这最后一收签，我佛爷如来，你得喊一句“祖宗您走吧”才圆满。等半天你也没这句话呀？我们这都接着往下唱。对呀、啊，真是。再给你个机会啊！赖我是吧？哎，喊这句啊！哦、我佛爷如来耶，玛尼玛咪哄哎哎哎！祖宗您走吧。唱完了还不走？哎，得嘞，得嘞。哎，走就走。哎，这就是开个玩笑啊，因为有小玩笑，帽子掉了啊。别人来也不爱来，也就是孙胖子愿意来这个，他高兴。那是前些日子跟演出部啊递了一份申请啊，然后又贿赂了好多人，说我能来一穿校的吗？交了不少钱。那是，你说拿人手短，不答应吧，显得咱不懂事儿似的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就才应了他了、嗯、啊？这个活一般人来不了，因为不像。他像是。嗯嗯嗯嗯。当然了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也希望于谦老师能扮演这个角色。别介了，别介了。我不像，哎，这都是你的粉丝啊！谢谢各位吧啊！这都12:30了，我也不知你们是没有家呀，还是怎么？听相声我可不能留宿，列位，啊，怕你们回去没法交代。你们也不能睡在北展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可以哪儿睡哪儿是吧？啊，早休息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您得陪着，哎。啊，谢谢吧，谢谢，同喜同喜啊！谁跟你客气？同什么喜？岁数大了啊，这个站在台上时间长了站不住，嗯，不像当年似的。当年于老们那会儿年轻那会儿，一天一宿站着没事儿，哦，让人捆树上了。哎，这那是没事儿，倒想躺下呢。今天是封箱啊，嗯、德云社部分演员都在，给他们叫出来，咱们再认识一下，好吗？好，来。来因为老先生们包括住着远的还有明天有事儿的，我就放了他们就回家了啊。这是现在硕果仅存，这就是什么呀，姑娘？给根绳子。我得介绍一下，因为我经常在台上说于老师爱穿钉子裤，冬天穿钉子棉裤。今天这位观众给做一钉子棉裤。过年了，让于老师换上吧。那个刘火春，刘火春上前面帮你大爷换裤子去。因为在我后台最有审美观点的就是刘火春，啊，这是我徒弟里边的佼佼者。哎，你看这状态，嗯，你看哪个说相声把头发留成这样大背头，嗯，后边的你看都甩着脚后跟了啊。哎，这至于那么长吗？刘火春，我最爱这孩子，就因为这头发整齐，我就说这是个严谨的人啊。嗯，你帮你大爷换这个，肯定穿得舒服。算了吧，啊，这挺喜庆的，我留着吧。好吧，嗯，人都在这是吧？嗯，哎哎哎，上来，哎哎哎，站好啊！你干嘛呢？嗯，哎，我太开心了，这有点哈，啊，还念经呢。对对对啊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咱们人都差不多了，看有老先生都回去了啊，剩下这有个几十人，咱们给大伙儿唱几句西厢吧，好吗？嗯，好。
人缘啊，那错不了，这都我儿子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这个绝对是相声世家干的，一般人不能这么愣啊。啊，侯爷可能有不认识的啊，我介绍我师弟啊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你们就看看相声世家的这个人性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来吧，咱们唱一西厢好吗？好。雷王王啊送蟑螂，早得中啊状元郎，西厢院啊凤求凰，愿只愿你的娘，你的娘，他的娘，谁的娘？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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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不能欺负人呐，我雷老天爷呀！快搀起来吧，大年纪的，多难看这玩意儿啊！哎，行了，快起来吧。只有这儿有个麦。哎，那边打起来！我最喜欢他的头发。我得问一下，说好好的，你怎么打起来？刚才他骂我了，他。哦，你头发是怎么办？都乱成这样了。带着梳子呢。马上就好，可以了。习惯了，我给你换上吧。这算了吧，按你这德云社多奇葩这个。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翔。问小来谁染双林将，总是离人泪先行。新愁唱，书林挂斜阳，十里听送一送，公子笑蟑螂。你要早早还乡啊，哎嗨哎嗨呀。谢谢吧。天也不早了哈，大半夜一会儿天亮了，再要早点也是事儿啊。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《大实话》，把它献给所有朋友们，提前给各位拜年了啊！春节好，列位，春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说天亲，吓我一跳，啊，我以为他祖宗回来了呢。天也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。不带你们这样的。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啊。将军战马今何在，野草鲜花盼着谁人。说同行亲，你们让我情何以堪。有时候不那么亲，勾心斗角好寒心呐、啊。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骨肉相残到如今。一要说亲，观众们亲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。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。没事儿呢，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。
谢谢谢谢谢谢啊，来就来吧，还花钱真是的。哟，这边还有呢啊，于老师，我接着女的接男的。你说你们来就来还买东西，这让其他没有花钱的观众怎么办？嗨，大年初六，没出正月都在年里边，是给大伙儿拜个晚年，哎，希望各位晚年幸福。啊，这叫什么话呢？都认识我们啊。我叫郭德纲。哎，无所谓了啊。哎，到我这怎么就无所谓了呢？于谦老师，哎，你别老试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倒是不错，心里有什么别扭话没地儿说去，就是跟您念叨。应该聊一聊，好哥们儿，好交情，是人生难得一只鸡。您拿我当鸡了啊？老话嘛，咱们是知鸡朋友嘛。这没听说有知鸡朋友，那叫知己。知己朋友，对，我们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是北京话，我们俩是马小啊，麻辣小龙虾呀，咱俩是，就这么大起来的，叫什么？那叫发小。我们俩是发小。对了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谁呀？我是法国人。哎，去，老占便宜。这么多年来，一晃有十几年了，在一块儿。嗯，风里来，雨里去。哦，各中的甘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是是。谦儿哥45岁了。对，你绝对想不到啊！5年前，这是一个只有40岁的人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不是啊？啊，你折腾我岁数干嘛？日月穿梭催人老啊！真快，一晃咱们都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最对不起的就是您。怎么呢？老跟着我呀，这东奔西杀，南征北战，嗨，不容易。哎呀，应该的，无以为报。您瞧瞧，你就盼着吧。盼着什么呀？等我什么时候要当了皇上？啊，我封你当太子。哎，我盼来盼去盼来一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便宜在后头呢。有什么便宜啊？我要当皇上，你是太子啊。啊，好东西都是你的。是啊，来一大包袱皮儿，嚯，全装在里边。啊，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后头，那藏东西的一塞。嗯，你就等着我驾崩就得了。我就等着您死。一眨眼我活到150来岁死了。我这且眨眼呢，这个那是啊，我这一死，太监赶紧给你送信儿去。我是太子吗？得跟殿下说呀。是啊，大总管出来，嗯，殿下正在马路边修自行车呢。哎，殿下太子了，我修自行车去，就玩呗，是吧？我拿这挣钱啊。嗯，殿下，别弄了。是，殿下把改锥放下了啊。你瞧我拿这玩意儿怎么的了？嗯，父皇驾崩了。嚯，你这哭吧。还哭呢？哭完赶紧奔故宫拿东西去，排队买票。哎，越说越不像话了啊！我都太子了，我进故宫还得买票？对，就不用排队了啊！这不用排队也不像话。你有月票？哎，这还不如买票呢。哎，到这儿哭我一抱啊！奔乾清宫，是，保安扶着梯子，还我自个儿上匾后头啊，大包袱皮儿够下来。哦，打开了都是你的，都什么呀？国库券呗。哎，这嗨。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说这个意思。嗯，封太子是表达我内心的这种状态。得，那谢谢您吧。不能光封你啊。还封谁呀？封你父亲。嗯，四阿哥。嗯，他是四阿哥。封你儿子五阿哥。哎，这我们爷仨拉平了，你听听。封你母亲圣母皇太后，太往后，还往后，一直往后。哎，出去了呢，从后门就出去了。他封你姐姐是个嬷嬷。啊，封你妹妹是个饽饽。嚯！封你哥哥韭菜盒子，嗨！封你大爷是个窝头，哎嗨！他怎么是窝头呢？眼儿大，哎，这去你的！别提了。封你媳妇压寨夫人啊，又来了，皇宫里出来压寨夫人了吗？这不像话，不像话啊！你媳妇怎么能给我压寨呢？就说是送到雍和宫跟喇嘛做游戏，嘿，好嘛，还不如压寨呢。这个、去玩耍啊！别玩耍了，封娘娘也得封你啊！啊，我当娘娘，你当娘娘，咱俩人自己多好啊，是吧？我能当什么娘娘啊？我封你个嫔妃吧，看见我还嫔妃？你看《甄嬛传》都看过吧？啊，晴嫔、婉嫔，我是什么？你是我的尿嫔。哎，我净在厕所待着了，这个一辈子干不了别的了。多好，这一宿滴滴答答功啊！哎，这嗨，太
太贫了，这也玩笑说玩笑，是因为谦儿哥在我心中重如泰山。老说我呢，要不整个中国相声界念书最多的就是于老师，那是有点学问。别的人在后台玩个游戏呀，啊，聊个天喝个茶呀，是谦儿哥坐在后台必须要看书。我喜欢学习，单有一张桌子，啊，摆着书，哦，旁边是字典，嗯，在旁边是怎样查字典？嗨。我连字典都看不懂，我就别看书了。我三本一块儿看啊！哎，为了看书，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呵好，我这通倒腾劲儿的。当年我们就爱看啊，爱看于老师写的东西。我经常写点小文章。他也没出版，想看他的文字到哪儿呢？有地方吗？我上过您的嫖客哦，新浪嫖客。您行，等一会儿吧。您还上过我的嫖客呢？是的。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吧？这啊，你说话很肮脏啊！废话，那不叫您说的那个啊，那叫博客，新浪博客。哦，博客是吧？啊，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你啊，大伙儿都点。怎么那么难受啊？这词儿啊？什么叫都点我呀？那叫那叫点击。我就没敢说出来。哎，这嗨。咱知道合适不合适？什么合适不合适？谢谢您的坦诚。行行行行，您理解错了。你老这么耿直，你们家人知道吗？哎呀，提这个嘛，理解错了。点点击点，有这么一词儿，点击率怎么还绿？这您跟你说不清楚了。反正那会儿老上博客看您写的东西，有。到后来博客玩的少了啊，玩微博，这个便捷呀。德云社第一个玩微博的就是于老师。我早。哎呦，坐在后台刷屏啊！我说这有什么意思？你瞧多好玩啊！自媒体，没错，跟着玩。嗯，一进后台，于老师放着一盒烟，哦，眨眼的功夫丢了。又哪儿去了？不知道哪个孩子开玩笑拿走了。他们好跟我斗。谦儿哥不生气，那省着拿手机发微博，这也发。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啊。我点给他们五分钟啊。他媳妇儿来一短信，写的什么呀？对不起。这玩意儿破大案了，这个什么事儿就对不起呀？对不起，给你装烟卷装少了。嗨，这就不至于发微博了。大伙儿别往歪处想啊，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，也谈不到门风最要紧。那倒是，他可不是汉族人。哦，您知道满族。对了，八旗贵胄。对，贵胄可谈不到。真的，实话实说，在旗，他满族姓，他姓叶赫那拉。嗯，以前跟西太后是一支的。嗯，皇上是爱新觉罗。对，他们家是叶赫那拉。嗨，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。嗯。姓爱新觉罗的都改了汉姓了，哦，改姓金。对了，北京城就是这样的。嗯，您一说姓什么，姓金，满族，嗯，可能就是爱新觉罗。有着多，他们也改了，我们也改。爱新觉罗都改了，叶赫那拉也得改。我们叫什么呀？叶赫那拉宅一个字儿，姓拉。我们瞧，我们挑这字儿，老拉家。嗨，还老拉家，还有宅子呢。还有吗？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皮条胡同，是他们家的，皮条胡同，拉家，嗯，拉皮条那家儿，哥，我这才听明白了，这个，反是个大户人家，那能不大吗？否则话，您在后台不能这么有声望。我还有什么声望啊？真的啊，这来一百个说相声的，啊，嗯，你拿眼一看就知道，这个是于谦。这怎么能瞧出来？出类拔萃，带出来了吗？人中的龙凤一般呢。这真捧我。举个例子啊，啊，夏天，嗯，六月三伏，哦，这说相声到一块儿，来个背心、大裤衩，穿一拖鞋，那凉快呀。啊，拿一大半缸子跟这喝高碎，嗨，说相声。嗯，在这里边特别扎眼。嗯，有一个人穿衬衣，这位是于谦。对了，我这人严谨。六月三伏，热也得穿好了。那是职工之令，规规矩矩。哦，六月三伏，三四十度啊。于老师上身也来衬衣。哦，哎，小领的衬衣，袖扣这都系得倍儿严实。上身穿衬衣，对了，下身呢，丁字裤。哎，我怎么就下边这么热呀？勒得都喘不上气来。呵，还提高了这个。
做大了。行了，丁字裤还能喘不上气儿来啊？夏天丁字裤啊，冬天是丁字棉裤。哎，我把丁字裤都续上棉花了，你这多细致啊！啊，我这要去趟东北啊，雕钉。哎，这嗨，行了行了，好，还雕钉。这也费不了多少皮子，这个你这勒上多解刺呀。嗨，他是净剩点这个了，大户人家比不了，也没什么。你还没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跟您没法比。怎么不能比呀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吃奶，于老师吃的比一般人时间都长。啊，我断奶是晚一点。普通人家给孩子吃奶有半岁就断了，嗯，一岁就掐奶了也有，这就算长的了。说到农村两三岁还有啊。哎，但是您跟我们不一样。我吃的几岁？刚才。哎，啊，我要不上台还作呢是吗？啊，皮儿的，皮儿的，皮儿的，说他干嘛呀？皮儿的，这事儿就是关键跟他母亲有关系。怎么呢？那会儿老太太就说了啊，我不管别人，嗯，我们老拉家啊，别提老拉家了，就说老于家，老于家啊，这孩子们得疼他啊，一定给孩子吃奶，是母乳对身体是最好的了，增强抵抗力，别人挤一号我不管。您让各位瞧瞧啊，这有这么一上一下长着的吗？这个啊啊，这翻过来那不还一上一下吗？脸，哎，啊，咱就不用比划了，行吗？您得原谅，年轻没见过。哎，这什么你？哎，老太太那会儿啊，啊，给孩子喂奶。哦，哎，喂奶，哎呦，喂奶，哎呦，哎，这两排呀，您拿我当猪崽儿了那是。一直吃奶啊，吃到上小学。我上小学还没断呢。我们俩同班啊。哦，上小学，我他二年级，他转到我们班来了。啊。他从那个智障三小那儿过来的，哎，您瞧我来这地方啊，嗯，到我们班，嗯，我们俩同桌，我坐这儿，他坐那儿，挨着，全班最后一排单有一个凳子，干嘛用啊？他母亲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吃饭，我们都带着饭盒，嗯，他带着他妈来呀，啊，还没断呢。老太太坐了最后一排啊，中午十二点铃一打铃，嗯，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哦，吃饭，嗯。教室最后一排，他妈过来了，哎，嚯，哎呦，多豪爽的人，全脱了啊！我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，吃饭。嚯，我爸爸来的这是，于老师这才吃饭啊。班长，尝尝吗？啊。王老师来点稀的嘛，别让了。校长，别嚷了，我太客气了。我也我们全学校教职员工啊都是他母亲给我们喂大的。哎，好嘛，全吃到了。这是那会儿，后来大了自个儿吃东西了啊。哎，当然这可是个吃过见过的人，这叫什么话？吃东西讲究哦。说今天喝点什么鸡汤啊，买一只老母鸡来，哦，一定自己下手，在鸡胸脯这儿有一人字骨，就那叉子那块，那手一摁，这干嘛？如果觉得摁得动，嗯，可以，哦，这是一年之内的雏鸡，拿手一摁，说这硬了，嗯，这不能再吃了，肉就老了。过了一年了，肉发柴了。对，就这么讲究。嗯，吃牛肉，给我切黄瓜条这块，黄瓜条。对，吃猪肉，嗯，要小里脊。小里脊，脊椎骨内侧有这么一条肉，嗯，那条肉是可以生吃的。嚯，他买肉卖肉都出头，哎呦，又来了，这碰着行家，他懂啊，啊，要这条，啊，就拉这个，要五斤，嚯，这给他切完了，嗯，不够啊，那哪得了？对不起，于老师，啊，打猪头上切一块，啊，这送您不要钱，甭送我，怎么着？我不要脸啊，你才不要脸呢。我有跟人这么说话的吗？我猪脸那不要啊！你说清楚了。哎，我跟他出去吃饭，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讲究的过分，是吗？啊，这儿坐着吃饭，嗯，人家老板上菜了。哦，于老师，这您点的，嗯，啊，这是我点的撒尿牛丸是吧？啊，就有这个。这里都有什么呀？嗯，有牛肉，嗯，还有呢，虾肉，嗯，你这菜叫什么名字？嗯，撒尿牛丸。对，明白了吗？是，您稍等。我等什么呀？我等五分钟啊！老板端着这个
系着裤子就回来。哎，对，人说的是撒尿牛丸，没说老板撒尿牛丸，你知道吗？吃的讲究，那讲究。我们一块儿长起来的，别人不了解他，我太了解他了。啊，上学宿舍我们俩一屋。啊，那是。晚上不睡觉听半导体。我喜欢听。现在小孩们弄 iPad、弄手机，晚上睡觉。啊。我们那会儿哪有啊？那早啊。半导体，半夜12点，听评书。对。拿着这，你就搁枕头边就完了呗。啊。非得举着。弄一半导体，我干嘛还举着呀？老希望看出人来。哎，我也是瞎了心了。举着举着胳膊酸了，嗯，掉下来了。哦，长着聪明啊。怎么了？躲开了，闪身，啪，哦，半导体砸在枕头上了，没砸着脸，人掉到地上了。哎，我这闪身闪大了，这个差点没把我吓死。有你什么事啊？我睡他下铺啊，我从上铺掉下来的，合着还不如砸脸上的。这个晚上不睡觉啊，早晨上课坐那儿冲盹儿，那可不困吗？老师，我们那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啊，我挨着他坐着。哦，他这睁不开眼了。哎呦，好朋友，我能不劝他吗？你得叫我起来呀。老师那儿写着呢啊，一会儿转身回来看你睡觉怎么办。是啊，我得喊他呀，给我个信号。哎，嗯，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遮窗棂啊，这是怕我睡不瓷实。蛐蛐儿叫铮铮，哎嘿，我都睡死过去了，这很开心啊，开心。老师写完了，嗯，一回头，完事儿了，一黑板都写满了题啊，那可真不少。谁上来回答一下？该解题了，没有举手的是吗？怎么办呢？我可点了啊。或点名啊，我冷汗都下来了。干嘛呀？点到我不会怎么办呢？你学习差，这会儿用你的时候到了。我会呀、啊、于谦。哎，叫我别睡了，解题去。老师叫你去擦黑板。叫我擦黑板，快点。啊啊嗯、啊、擦黑板呢。嗯，哎、啊、哎呦，真下得去手啊。老师写了44分钟，我呢，他擦了1分钟。哎呀，一堂课过去了。啊，打铃下课了，该下了。把老师气坏了。那是，还没有办法惩罚你。怎么不能惩罚呀？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到中午了呢。打教室后边过来一位啊，我的午饭来了。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干嘛该吃了是怎么着？童年是非常快乐的。哎，对，那是你们非常快乐的，真的挺好。他一惹祸，就是我替他去扛去啊。那是好朋友，这事儿经常的。老师，明天那个都得去啊，集体活动啊，烈士陵园。哦，有活动，咱们大伙儿穿着校服一块儿去，整齐划一，到那儿献个花环 啊。集体活动，记着都穿校服。好，转身都去了。我们到那儿敬队礼，拿活动吗？献花环。嗯，老师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？于谦，要我？我说话你没听见吗？怎么了？我让你穿校服。我穿了。谁让你披麻戴孝啊？哎，我穿一身校服出去的是吗？披麻戴孝，那是校服吗？自个儿还弄一幡儿。呀呵，我这还发挥了是怎么着？我还弄一幡儿过去，把老师气的呀。啊。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，有爸爸我打分干嘛呀？说的是那个。哪个呀？这叫请家长。哎呀，最厉害的就是这个，让你爸爸来一趟。哎呦，一句话说出来，嗯，我冷汗下来了。有你什么事？这有你什么事？我的活又来了。哎，好嘛，这自己找的好朋友吗？啊，推开办公室。哦，老师您好。怎么样？我是于谦的父亲。哎呀，真敢说。老师差点没气死。知道你拿我当缺心眼儿的。真是，你还是他爸爸。你、哎，你不是他爷爷吗？哎，去，你这没够了，您这占便宜。你为什么敢这样？因为我愿意去，是因为我对他们家了解。是啊，那会儿不是小孩吗？啊，老师一说家里如何如何，我能回答上来。哦，两家太熟了。是，通家之好。嗯，尤其他们家这三个姐姐跟我也都不错啊。对啊，我有姐姐。三个姐姐，嗯，当初北京城上学高材生，学习好，毕业之后呢留学了。
哦，到东莞。哎，留学有留到东莞去的吗？后来就跟那儿就没回来啊。怎么呢？大姐开了个洗浴中心，啊，二姐开了个 KTV， 哦，三姐弄个美容美发，好像是，嗯，你瞧这仨买卖吧，嗯嗯嗯，挺好挺好、啊。当然了，不经常回来，那在家呢，父母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。哦，他父亲特别可爱，嗯，老爷子有人见过哈，有意思。他爸爸个儿不是很高，留小平头，哦，哎。你就按你的行行行行行，你就按你的形象说的我爸爸吧。他们跟我打招呼呢。跟谁打招呼？老爷子特别可爱啊。啊，我就是爱跟老头聊天。哦，可要去十回啊，啊，得有八回老头不在家。都干嘛去？出去遛弯去。啊，他活动。上年纪人跟家待着没意思。是。没事门口公共汽车站。啊。坐汽车一转转一天。呵，老头真可爱。偷偷。尤其要是终点站，老头能没死。那就有座能坐会儿。哎，要是能坐在靠窗户那儿，他爸爸最高兴。要不过过风嘛。哎，开窗户是吧？啊，旁边要再坐一女的，那、啊、活活没死。干嘛有聊天的？啊，省着寂寞呀。哦，女的再抱一孩子，嗯，最好不过。老头都喜欢孩子，孩子别太大，多大合适？哺乳期的最好。干嘛非这岁数？老头这坐着，嗯、这来大姐抱一孩子，哦，半岁吧。啊，坐在这儿，你爸爸高兴。嗯。哎，他馋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嗯，哎，嗯，老流氓啊，这是，什么话这叫？这干嘛这么乐呀？孩子可爱，开心呢。哦，喜欢。孩子们坐车背不住就哭了。是啊，一哭人家这，哟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就哄呗。你这孩子一出来就哭，在家没事儿、啊，老头很关心。是吗？饿了吧？哎。管着管不着啊你，给孩子喂奶吧，啊啊、嗯，快点吧，哎哎，行了，你跟旁边美什么呀？那得喂啊，那是，这没办法，解着扣喂孩子，嗯、啊，在家也不闹，你是出来就饿，快吃快吃快吃，嗯、啊，他爸爸挺高兴，哦，嘿，嗯，哎，这孩子还真白，啊，是说孩子吗这个？你有意思吗你啊？废话，老头干嘛呢呢？就是心地善良，这是善良吗？心地善良，有时候老劝他，别出去了啊，那么大岁数了啊，就是跟家待会儿，不行，啊，非去。人老不服老，赛过老黄忠。哦，你别看我现在这状态，我，嗯，大小伙子能干的事我都成。是啊，我抢个银行给你们看看。哎啊，这不神经病吗？拿把菜刀哆了哆嗦奔银行了。哎呦。到那儿忘了干嘛来的了啊！哆了哆嗦又出来了。嘿，好嘛！人保安给送家里，老头感动坏了，是吧？给人做个锦旗，嗯、人民卫士。嗨，这不是浪的吗？这不是？这老头可爱，老小孩老小孩的嘛。啊，全忘。当然了，他们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谦哥的夫人，啊、哦，我媳妇儿。哎呦，嫂夫人真好啊！于谦的媳妇儿、嗯，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哎，谈不到。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。啊。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别瞎说啊！别瞎说，富贵人家是歌厅，歌厅旁边那大院，她是那儿长大的。你把她说明白了好不好？有身份啊！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啊，宦官之后，那是太监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什么？官宦之后，官宦之后啊！他岳父是做官的，哎，蒙古国的海军司令，哎，那地方有海吗？叫海军司令。总统说了啊，多咱找着了水，当时就上任。哎好，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。嗯、哎，什么话呀 啊？如花似玉的闺女，嫁给你了，那是真好。嗯啊，当然了，你有个小毛病，我觉得得改。什么毛病？挺疼媳妇儿，但是不能同着外人。怎么呢？一同外人，这大男子主义这状态就来了。嗨、哎，这老爷们都有点。来一帮朋友，我们上家去吃饭去了。啊，他媳妇儿不错。谦、嗯、儿，你抽根烟吧。哦。谦儿，你喝水，多好啊！哎，来，再给你，这滚！哟，这不是混蛋吗？这不是，像个娘们儿似的。哎，废话，他就是娘们儿，知道吗？过来，媳妇儿，又叫。今儿来这一百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。嚯、哦，跟大伙儿说说。说什么呀？同着大伙儿啊。啊。跟我结婚之前，嗯，交往过多少个男朋友？这事儿也说说。啊。把我们大伙儿臊的呀！真是的，不想听，不这，坐着听，不是外人。哎呦，说，啊，你疯了，说这个，说呀，
啊，不白说。干嘛？说出一个来，嗯，我给你100块钱。我还给钱，把这媳妇气的。100，我差你这30-40万的啊！嚯，好家伙，这得交多少男朋友啊？这个，那吃过见过。哎，这这是，你别提这个。话虽如此啊，啊，同志人要这劲儿，背地里，嗯，疼媳妇疼得很过分。这我们感情好，当初还不挣钱呢，啊，给媳妇就买了一辆桑塔纳。那也不算什么桑塔纳，那会儿大伙还都蹬自行车、拿月票、坐公车呢。哦，早啊，买一桑塔纳，嗯，这觉着不行，哦，又攒钱买了半辆奔驰，嗯，怎么还半辆奔驰、啊？车祸呀、啊，撞散了那个，那干嘛用啊？前半拉能用啊，嗯、啊，回来跟这一拼，车头是奔驰，哦，车尾是桑塔纳，拿铁丝吊着一块儿，啊，他媳妇天天开着这辆奔桑啊，奔桑啊，出去就得出事儿这个。两口子这个好啊，那是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。嗨，你要说20出头、17、18、9小姑娘、小小子，情有可原啊。40来岁了，亲密无间，手拉手还那么好，媳妇儿也大方，是吧？哎，嗯，我这牵着她出去耍猴去了，是怎么？一进超市才撒手呢。啊，去干嘛？随便拿，瞧瞧，别让他们逮着啊！哎，这。我带他偷东西去了，这是我最爱跟他媳妇聊天，是吗？哎，有时候走到那个皮条胡同那儿啊，别提这皮条胡同，我一看墙上画一大白圈啊，写个拉字儿，哎，这都写拆字，没有写拉字儿，是按你们家那姓儿写的哈。好，还是拉皮条。这是谦儿哥家啊，嗯，一砸门嫂子出来了，嗯，嫂子您好。啊，这多规矩，规规矩矩的。哎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是老话，不能开玩笑。没错，嫂子您好，这就对了。嫂子大方。他说什么？死鬼，嗯，一个爱千刀的，嗯、哦，小没良心的。嚯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露面的呢？嗯，对不起，我媳妇儿看得紧。这嗨，没有这么对话的啊。嫂子，你挺好，挺好的。嗯，来呀、啊，上家吃豆腐吧。啊，嗯。吃什么豆腐啊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最好。哎，清楚了，炒菜做饭。嗯，哎呀，嫂子，您手艺真好。吃完了，谢谢您。嗯、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。嗯，吃完了啊，洗澡吧。嗯、这洗什么澡啊？啊，买的水果那个冬枣，洗点枣吃。咱能把它说清楚了不能啊？啊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。你吃什么冬枣啊？这人脏心烂肺，你知道吗？废话。咱们不是那个人，知道 吗？当然了，我是最近去的少啊。为什么呢？人家里边又弄着孩子，也不方便啊，是吧？你要干嘛也不方便。孩子嘛，啊，孩子小闹，他有一个儿子，大伙都知道吧？啊，于谦的儿子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，谁跟你客气了？人大伙都喊于谦的儿子叫郭小宝。我儿子能叫郭小宝吗？列位，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？怎么呢？做好事不留名。哎，对。这叫不留名啊，有个记号就得了啊。哪儿啊？我认为啊、嗯、有这儿子之后对你的人生有了极大的改观。那还真是这样。你想啊，你要说20出头有一孩子啊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嗨，自个儿还没玩够呢，玩心大，这个就土埋都没毛的人了，是吧、啊、那就是死了，那活埋了，您这是倒着埋着吗？脑子冲下、啊、好嘛，拿大顶吐宣、啊、哎嗨，那就是摔一跟头啊，就喜欢孩子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嗯，谦儿哥头件事就是给儿子打电话，哦，说我们今天上天津演出，这才多近呢啊，头件事还想儿子，嗯，你猜猜爸爸是谁呀？也没有我这么缺心眼儿的，孩子很配合，他说什么？是爷爷吧？嗨，俩傻小子开心呢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嗯，头一件事打电话跟儿子聊天，得说话，一天3-2个钟头通一回话，就那么频繁，要不然就得死去，我就不行了。哎呦，受不得呀、啊！那回在山东，嗯，我们上济南去演出去，啊，到了酒店了，经纪人呐、啊，什么助理、工作人员都出去了，啊，于老师把门一关，嗯，开始干最重要的事，打电话，不光打电话，还有什么？哎，上厕所的同时打电话，哦，那人有三急，哎，他得方便一下，对啊，但是这点就看出来，这大户人家怎么？住平房住惯了，这有什么？马桶坐不惯，哦，家里都蹲便。哎，但是酒店哪有蹲便呢？是，都是马桶。嗯，于老师就得踩着马桶上头。哎呦嚯，
我这练幸亏练过杂技，哇，不容易，一不留神就摔着了。那是有要功夫、哎。那是，最早的时候就是，哎，蹲那儿站稳了，踩着两边，跟这儿方便啊。方便完下来一看，啊，马桶里没东西。怎么会没东西？鞋大，都拉鞋里了，合着。这鞋也太大了，这个后来脱了鞋光脚踩，这更不就那更滑了，滑呀啊！所以说就是每次都半天啊踩好了，把这手机啊搁嘴里叼着，俩手找平衡，嗯，站住了，稳了，这才解裤子，哎，蹲下来，好、哦，这算踏实了，行了，哎，把这事儿忘了，这手机掉马桶里边，那是鹞子翻身就下来了，哎哎，够啊！伸手进马桶里边抓着了吗？逮着手机去啊！真逮着了，这是功夫好，就在回水腕那儿，哦，掐住了，多悬，拿可拿不上来。怎么呢？那一共才多窄啊？啊，你这手要松着能上来下去啊？攥着手机多宽呢？嗯，上不来呀、啊，卡那儿了，这可难受了啊！裤子吞到脚这儿啊，板跪侧身撅在马桶边上，嚯、哦，手在里边。你瞧我这姿势多难拿呀！20分钟，门开了啊，经纪人、助理、工作人员都进来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于老师啊，是您发短信让我们救您来吗？我还发短信？忙发！我这能耐太大了吧？我这撅着光着屁，我这手机还忙发？问题你还知道谁对谁？哎，这太有能耐了。没错，这不写的吗？啊。有故障，马上来救我！哦，还带个小笑脸儿。哎呦、嗯，还笑脸呢！我太浪了，我这啊，这帮人都来了啊！怎么了，于老师？您这是？嗯，我说这够手机出点小障碍 啊, 啊！您手上来，废话啊，上来，上来不白受这罪了吗？是吧？什么叫上来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找酒店吧。干嘛？一打电话，酒店全惊动了。哎呦，著名演员于谦出这么一状况啊！酒店的总经理、董事长啊，董事长助理哦，连那个外资那方的工作人员，哎呦，各楼层的负责人关心，所有的工作人员、餐饮的、大堂的啊，100多人啊，嚯，全上来，这是看手机呢，是看我呢？